七娘妈说过后，接续来到的就是中秋节。市府劳动局为着要合作台南的拼货工厂来营销中秋的礼盒，今年特别甲电商的平台合作，将四款精选的礼盒放到雅虎超级商城来贩卖。今年我们又拜托我们的此级工读生这些青年伙伴，帮我们提出他们的浓厚创意，如何把这些庇护工厂今年的业绩创到最高最好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马上在雅虎奇摩商城所有的庇护工厂里面的中秋礼盒全部上架，全部做行销，大家拜托你就叫这回来跟大家这回搞关。劳工局这次一届礼盒融合着五间拼货工厂优质的商品，包括着手工册、手工饼、干杯酒，还佫有无同的米等等，选择真多元。不管是要送礼还是自用，拢真适合。我们今年推出的礼盒是我们的日晒米加我们的紫苏梅。日晒米是我们这一群庇护员工，他们用友善耕作以及采用自然传统的日晒法，呈现出有温度的米。那我们的紫苏梅相对它也是严选我们的青梅，在我们的庇护员工之下注入他们的希望，然后提供给大家幸福的梅。那我们这次推出的是极爱晴天礼盒，礼盒是由创意庇护工厂设计印刷，那外盒的话有特别印制由台南的作家王美霞老师为憨儿撰写的台语诗句。礼盒内容的话有手工饼干以及阿里山红茶。今年劳工局结合了四个单位所推出的中秋节礼盒疗愈手札组，而立进会呢，它提供的是我们的手工帆布袋，晴天坊呢则是杜琼仪的手工书，吉茂呢则是里面有十二色的色铅笔，加上我们创意的疗愈水果印章。今年我们在雅虎商城上架是我们跟锦霞楼共同合作的乌金干杯酱礼盒，那里面有乌金干杯酱一罐，然后跟樱花虾干杯酱一罐，那各位的话都可以买回去做中秋礼品，那送给亲朋好友或者是一些企业客户啊，欢迎跟我们喜爱的基金会购买。配合着中秋节，即届毛推出限定的优惠，八月十二号进前来落订单，有机会当得到九五折的优惠，甲帆布袋一个，满页还佫有侪侪好康来相送。详细资讯会当到劳工局的网站来查询。南天新闻王第一新闻综合报道。